你看的画面，过你过的世界。天也静了，花也开了，微风也沉醉。虽然你不说话，却也早已万语千言。分分秒秒显得我青春又珍贵，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。不管心多疲倦，梦想还有多远，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。真的吗？ You're beautiful。身体好好锻炼，好让你觉得安全，让你心动我的一点，无论任何时间，对我非常想念，非常想念。我觉得呢，你们今天呢，渐渐的威胁到 J3， 也威胁到 Just B， 他们能做的，你们也做得到。那我其实我觉得你这位鼓手，其实你的声音很好了，只是我是觉得说稍微有一点点，还是有一点害臊的感觉。今天才发现，原来鼓手是那么才华横溢的啊，又会打鼓，又会弹吉他，唱歌又那么好听。哎，尤其喜欢呢，你在拿捏高音部分的时候，非常的清晰，像水晶般一样。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再看到你们，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谢谢。过去两个礼拜呢，你们的耍宝呢，都是可能在表演方面的一些东西，可是这次呢，表现的是很有音乐性的。比如说鼓手弹吉他，开始的时候听我还以为说可能会太平淡，可是出来的感觉是很清新的。恭喜你们做到了一个很大的突破，恭喜。今天的表现呢，好像是那个少林寺呢去学了武当剑，然后好像那个武林各派的兵法都快被你们学完了。我觉得今天表现非常好，虽然很简单，可是它很清新，有 surprise。 谢谢。